大家好，我是史乃利，我是 Robert 李立元，欢迎收看我们园艺达人的节目。谢谢。喜欢园艺的朋友，请给我们按订阅，按小铃铛，你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。是的。如果有关园艺的问题，也请给我们留言。谢谢您。Robert 会尽快给你们回答。是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玉树。玉树。那个玉树的种植，不管是插枝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它的各种种植的方法。镯子啊，戒指那个玉啊，玉树，对，玉树临风的那个玉树，形容这个男生，哎，长得高高的，玉树临风。哎，乃丽啊，那你看我像不像玉树啊？老玉树。哦，老玉树，也算个玉树，也算了。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个教教我们看看玉树，不敢当，它的习性，跟大家来研究研究，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怎么样弄啊？哦，这个玉树，对的，一这个玉树，一开始就点头，我拿的好像一个大蒜一样。这个玉树，这个玉树啊，你知道他的妈妈有多粗吗？他的妈妈有胳膊那么粗啊！我现在胳膊变细了，奇怪，肥肉都没。自然现象，老化。好大一颗，这上面不知道，这上面有几十个这样子的枝，剪了一段。哦。剪了一段以后，你知道这个玉树它长得不快不慢，但是虽然它是一个多肉，算是多肉植物，但是它不能干。如果它干得厉害，上面叶子也都不行了，垮了都。保持湿润，不积水，湿润。然后呢，它最好是放在有40%-50%光线的地方，大概遮阴到了差不多一半以上，它会长得很好。如果说它还不是很大的时候，你让它晒太阳，像这样小小你晒太阳长不好。但是大的啊，大的它不怕晒太阳，它的水分呢供给的很够，所以你要浇水。这个虽然是它里面包含了很多水分，可是它就是要水，水它能让它长得好。光线不能强，光线强这叶子会晒软掉，而且会枯掉。好，我跟各位讲，你去找朋友家弄一段下来。其实这个哈，如果你想用做那小盆景的话，这个都可以做成小盆景的，你知道吗？都可以分别可以剪。对，这个啊，你不要剪到这个地方，你给它留一点点，看到没有？一插就可以活了。对，这个地方，然后你涂点这个硫磺粉，看到没有？涂一点硫磺粉，让它什么？让它不要烂嘛，让它不要腐烂嘛。包括找一个比较肥大的叶子。我们找一片大的叶片啊，这片叶片就很大，啊，这个叶片就很大。我们找一片叶片，也可以啊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所以它叫落地生根嘛，这个就是好活。对呀。啊，它本身就很好活。像这一片的话，挖个坑，稍微啊，不要埋太深。对，不要埋太深。就放在土里。这样合着，它也会长啊。这个哪里？这个土壤是湿的哈，当它土壤是湿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属于多肉的植物，你不要再浇水。你看这个土壤稍微有点发白、有点干的时候再浇水，好像用喷一喷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对对，那是更好。这个奶绿已经，啊，不用整个灌水，已经是学的炉火纯青。对呀，炉火纯青了。我们可以插两个枝啊，插两个枝，有硫磺粉放一放。插两个枝啊，靠远一点，将来你好分盆，你不要靠得太近。好嘞，这是一个情形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啊，还有这个地方，如果没有硫磺粉的话，那是不是让它晒一晒？是，它干了也好，它也是不会发炎，没错。对，因为当然有硫磺粉更好。硫磺粉啊，这好拗口啊！拗口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我现在把这颗大的种下去。种这颗大的就更简单了。啊，这个，其实这个可以做这个艺术的那个啊，艺术的那个来这个种植的。这个土啊是我培养好的啊。有我买的袋装土，啊，到处还有呢，我自己放的珍珠石，看到没有？珍珠石，
还有什么？纯泥土啊！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好玩的。来，来，你帮我拨一拨。我不拨，我帮你扶的盆儿。啊，你看这个土多松，我一捏它就开花了，我一捏它就松开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一捏它就松了，哎。看到没有？嗯，冒了一股狼烟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哈，你不要说土放得那么深，不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种下去以后，你要晓得它要靠近底部，因为你底部以后，我会放一个水盘。那么它长根以后，首先你太深了，你譬如说你种在这个地方，它要吸水啊比较困难，你低一点，稍微深一点点。哎，对对对，稍微深一点点。压压，压压，压压，好了，就是再简单不过的，再简单不过了。看，好像再放点土吧，给它稍微稳固一点。再简单不过的，看到没有？再简单不过的，好，再压一压啊。因为它是一个多肉的植物，我们不要啊，就是说。种完以后，因为它的断面，它切割那个断面伤口很大，我涂了硫磺粉，你现在不要马上浇水，你过什么？过到明天，过一个晚上，明天再浇水，起码让那硫磺粉的杀菌到里面去，它避免它烂根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要看它大，它硫磺粉冲掉了，奶力伤口越大越不容易好啊。对，哎对，像这个也都是啊，你今它不会死的，它两三天不浇水会。就让它稍微干干，这个土壤已经很湿润了，然后过到明天早上，或者是到了明天傍晚，你再浇水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它长得很快的。嗯，当这个东西通通长出来以后，你要挑它方向，它会长出很多方向。现在不好看，下垂的下垂，对不对？嗯，其实没有关系的啊。嗯，我可以这样子哈、啊，当这个小芽了，差不多将近一个月。将近一个月，它的叶子的基部啊，从这个它不在这个上面长哦，它从基部的地方，它因为长的根在基部地方，当它有小芽长出来了，它会长到两片到四片，这个叶子长出来就表示它底下根已经长得很好。嗯，但是你现在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光线不要照的这太阳不要照到的地方，不要直射。直射，但是光线很好，它会长得半阴的，最好是半阴的地方，经过像这么小的话，数年以后，它会就从顶部开出白色的花，都长得像这个时候会开白花的，小小的白花，有一点点香味。但是冬天啊，冬天的话，这个玉树不能够淋到冷雨，霜，它会怕冻，嗯，它冻了就我们家那边就不行种。哦，对对对，除非冬天的话，你干脆做一个温室好了嘛，嗯。对不对？嗯，做一个温室它就没问题了嘛，做一个温室就好了嘛。好，对，所以说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叫做玉树，玉树，我不知道是跟玉树，人家说的玉树临风的玉树是不是同一种树？但是我们有那句话嘛，玉树临风，玉树临风，对，那可是这个是也叫玉树，对对，我不对呀，那这个大家试试种种看，对，很好种，很好种。像这个的话，叶子都可以种哦，这都可以的，对对这都可以，可以这都可以、哎，你在边上啊，都不要浪费。我要现在把这个靠在边上，你这样的靠在边上、哎，为什么靠边上？因为靠边上有，你将来要移这个的时候不会伤到它。嗯，它长长出新芽来了，长了新芽有差不多四五寸的，你从这边小铲子或者这一割，这就是另外一颗搬走，嗯，换到另外一盆。Okay, 对对，非常好，对， yeah, 好玩。今天又给我们介绍了玉树的种植的方法，玉树种植非常容易繁殖，非常容易繁殖，一个叶片都可以种。对对对对对，好的，好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谢谢大家收看，给我们按赞，请给我们按赞，谢谢您。